施工所，在随时随地长期呢都会进行植树，推广植树造林的好处，也欢迎大家乡亲好朋友，我们携手同心，让我们的台湾，让我们的花莲，让我们的地球能够深呼吸。一人至少一生要种下一棵树哦。中华民国104年3月11号，来，我们请县长，请我们的处长、市长，我们一起散映在后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